嘿，大家好，我是 Shinix， 为了来 Lies of P 的游戏开荒视频。上期呢是应该是打了游戏的第一个 boss， 到了那边那个酒店，出来之后呢是现在是好像是极乐大道是吧？总之呢，跟着剧情应该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前进的道路。投掷电池，其实我在想，火啊，好像之前有一个什么教学说，就是你的有什么完美防御还是什么东西，一个 parry 是可以把对方的武器给直接给 parry 坏，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Elysian Boulevard was a regular rich people row. You wanted fancy boutiques and shops, no place better. But.That was long ago, before the puppet frenzy. 我还是不太清楚这边哪个是究竟是这个灯亮没亮。这为什么有个棺材？就是有。白的这个东西的是反向的，对面是什么东西呢？我记得之前弄这个门就好像直接我一拳给它凿坏了似的。这个锁的好远啊。就是狗会这个样子好啊？不对，我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刚才我要摁这个丢石子儿键了，还是阿姆扣玩多了。阿姆扣里边应该是这个丢方块是回避。就这一代的，就是它的，这是箱子，它的背刺究竟是一个什么感觉？至少是没有，我之前应该是在尝试，就是不锁定直接去背刺，应该，我觉得我的这个操作应该是黑魂三代我用的是最多的。但感觉这一代可能是不太用不太出来，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都是骨架？这个又重了，减伤变高了。我现在是56。我的好像翻滚还有一个齿轮的声音是吗？我这边是由于是然后戴耳机，有声音开的比较小。我拿一个轻点的，现在是50吗？不太清楚，反正我这翻滚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我没有看我右边是什么，还好是没有敌人。爬上去，
外还有别的路吗？哦，那是一个捷径，好吧。感觉上目前地形看着比较复杂，但是它实际上还算是就是比较线性的。我就知道。这个就感觉好，上面不会来人吧？那是个什么？哦，好吧，这是我之前的来的地儿吗？这是一开始的那个地儿？这个游戏有多大的跌落伤害？这是一开始那个地儿？就是现在已经不能升级了。可以加速爬，可以滑下来。可以看刚才的，他那个转身就依然是魂系列那种，就是你背刺的动画，一旦这应该是一代的，就是一旦紧急保护，一旦出发之后，他的人物就直接给你就自动转过去，紧急保护。受击时暂时保护死亡自我素是什么意思？减少被击中时损失的自我素数量，什么意思？这个游戏是你死亡之后地上的那个魂，如果你在捡回去之前被攻击，那个地上的魂会变得越来越少，是吗？还是说你这个有，这游戏有教学吗？这个东之前有提过吗？我怎么没有感觉？不是没有感觉，是没有印象。这边是我来的路，这个前面是什么？哦，捡了个东西。但这个地儿是前进的道路。上面有个人，这为什么有个人呢？
如果感觉上我从这儿掉下来应该有什么好处似的。是那边有个怪，啊，它是一个三连，三连。我怎么摁了呀？我怎么可以看我刚才就是游戏把我攻击给吃了？就是我这个游戏是你打出这个状态之后，你不能马上接攻击是吧？就是我需要这样，大概知道了。或者可能我的武器太慢。星星碎片，这是雷壶，特殊材料，在头目区召唤一个幽灵，这是相当于是这个游戏有网上连接吗？就是可能我猜他能招 NPC， 属性净化，敲出异常状态，这个就有点物品就有点多了。我之前还想往这个快捷栏里放，现在就有点。消除过热、电击、腐化和侵蚀，这些属性分别是干什么的？我现在在想，我可能我把这个磨刀的不知道，先这个样子。哦，这个人怎么拿的东西这么厉害？有钢体就不怕。诶，这儿有一个人，呵，这是太胖了。你下去，这地儿我没来过。我还是玩了不少魂系列游戏的，这种东西就太
尖头管子就是什么东西，这个埋伏就感觉我是从感觉上500米外就已经看出来了，这是也是个投掷道具。我猜这个是小石子儿，这个可能是什么飞刀之类的玩意儿。穿透敌人造成穿刺伤害，这可能造成的伤害类别还不太一样。我先下去，我感觉上这边可能是一个开启捷径的一个路。没有东西吗？这个捷径是这么过来，好吧？那还有个东西。我奔跑的时候迅速的爬梯子，这一瞬间我的扛剑的这个动画都出了问题。我先看一下这个东西能造成多少伤害，好像还可以。那个呢？嚯！你过来，我不想过去，我就感觉到你好像是有埋伏似的。果然是谁啊？忘记了，这个游戏菜单是不暂停的。哎，我能丢的是什么？有个火焰壶。这么高伤害。本来想直接 parry 失败了，这得能啊，这个设计的还挺贴心，它不是就是你下不去。我先加个血，因为这个地儿感觉有点危险。
我能把你引上来吗？哦，不对。这个有点哈啊，什么？是这么走，这边能走吗？天哪，我这个感觉跳的高度好低啊！哦，这是之前那个房顶上投我的那个地儿。我说那个地儿可以下去，但是我怕下去之后呢，是有埋伏。冰冻人的信，好像之前也提了什么石化的石化病还是什么东西。怀念，哇，等于是读这个东西也能获得一些好处。等于是把你和夏洛特送到大教堂去避难。这边是不是也是在类似于是血缘里，就是你跟一些人去对话，可以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是这么一个类似的设定吗？我那是个什么东西？那这是我前进的路，我之前看的那个地儿是哪儿？是这儿吗？好像是这儿。如果没有，就是那边并不是一个埋伏的话，那我就可以那么走了。血只有一个是吧？什么东西？
我怎么摁不出来了？这我打到了第二段了吧？奇怪啊，生命护身符是个什么东西？又变得更重了，增加生命上限。我怎么看我的生命上限？生命值343，184。360。然后装备重量上限是57%。还好是打过了，那这个地儿我掉下去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下面是有，下面是有东西的，我猜之后可以下去，现在下去可能就，但也有可能是，就是你在哪儿跳去能掉到一个平台之类的东西，没准能捡到一些什么，好像。但是目前我是没有看到这个地儿是能跳下去，但跳完之后呢，可能也没什么。听到了哭声，这是个 NPC 吧？锁定不了。Why hello? I didn't know anyone was alive out here.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but I'm not a burglar.I'm just crashing in an abandoned house for a while. Don't worry, I won't cause any trouble. We survivors need to look out for each other. For your information, I didn't steal this.这有什么区别吗？爆炸范围内造成电闪雷鸣伤害，是雷电伤害吗？为什么要叫电闪雷鸣？可近距离投掷。即使在死后，这个是那个什么牺牲戒指？这什么东西？线圈电棒可以拆解钝器，
是一个进步武器。生成暂时大幅增加闪电。重击是什么？跳跃，就一个跳跃攻击。电流对人偶造成致命伤害。就是一把新的武器，当然我是一个力量型 build。这个什么？动力是 B，这个东西完全没有进步属性。我可以这么看吗？物理攻击虚构充能。斩击、戳击，我猜他这是 R1 应该是一个戳击，然后 R2 是一个横扫，那是斩击。这个柄的话，柄的话是影响你的这个技能的。我的进步只有6。然后那个武器的进步好像特别高，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For your information. 还能怎么看？我先知道你有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什么？这不是带电的吗？就是之后的，这是之后的一个捷径。另外，这座有隐藏墙吗？还有磨刀，记着。我倒是魂倒是挺多了。嗯，这边是接着走。我前面那个怪还会刷吗？不会了。我可能升个级去。什么使用电话？I'll use my power gel. 这边这个传送完之后，还会告诉你当时的天气，就是11点还是加5点，再升的话就开始变弱了。我估计我先给这个玩意儿加到10，就是，然后这是进步是吧？这是加这么多。那个样子，不是这么走，是这么走。
这个也太，这个程序就这么设计的吗？这个下面我没有去过，我这个让我可以算是眼前一亮，这是在一个斜坡上，贝茨攻击是成功了。以往的很多的魂系列游戏在斜坡上都是，总之这种判定都特别的奇怪。上面有个人，稍微开晚了一点，那个提示就没了。是这个吗？这个为什么没有读？这不是读过了吗？怎么读这么读？炼金术士大桥。这个什么罗莎的这个地儿，应该是之前在那个酒店好像有一个门锁着的。之前好像有一个什么写到最后这个什么记者，这是相同的一个人吗？梅多罗，这个可以再看一下，这也是梅多罗。Wait, I can sense something.Strange. Jeepers! Is that a butterfly? Why is the ergo reacting like that? If you want to check it out, I can take point. Huh? 这可以锁定。这是原那个什么蜥蜴吗？次元蝶，就是一个水晶蜥蜴，好吧。那就是这个地儿可以下去，还是说这个是要踢下去的梯子？可以下去梯子，然后我来的路上正好有个梯子。我天哪！这个是你在这儿捡这个东西会被上面人偷袭，
这个地儿应该是我来的路，应该是已经探完了，是吧？应该是。那就是这儿可以下，然后那边那个房顶上好还有一个屋子可以进。这里边是什么？石化。这个有点血缘啊。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ime in the petrification disease quarantine zone. For most people, this is their last stop. You are a good Samaritan for coming all the way here. Time one. May I ask you a favor? My family took my baby from me and sent me here. They said it was for my own good, but it was heartless just the same. A baby.Must be with its mother. Please go to Quart City Hall and bring me my baby. 这个怎么感觉到时候这个孩子会变成一个人偶带回来 ？Thank you so much, kind one. I can finally see my sweet Elena's face again.Please hurry. Heart scales spreading across my eyes. Before I lose my sight, please. She said the baby was at City Hall. Should we check it out? 所以这个 City Hall 在哪儿？感觉上这个有点像学员里一开始那个是。啊，小女孩这下水道有个猪，最后给她带回了一个蝴蝶结还是什么？就是她说她要瞎了，我猜最后就是她孩子可能也是在哪里，相当于是死掉了。死掉之后呢，是最后只能找个遗物，但是由于她已经瞎了，所以不清楚还是什么，感觉可以这么设计。这个地儿，这个周围没有别的东西吧？这个就没有，也不是没见过。加个血。我觉得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的武器没掉之后就，我就判断不出来了。啊，一个武器好吧。不让我切换武器吗？切到什么东西？还要装备是吗？轻度超载，怎么给装下来？
这个警棍，就等于是这是第二次打这个怪，第一次打的时候死了好几次，第二次打呢，至少就相当于是我的这个游戏的手感基本上算是已经上手了吧。但是感觉上还是一个刚才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小，为什么他拿的时候那么大，我拿起来怎么就变这么点了？好像之前打那第一个 boss 也就那个样子，就是好像他的武器的挥击，他武器长的时候很好很好看，等他短了之后就有点开始判断不出来了。钝器，单次打击，防御时减伤51，这个的是60多，好吧，就等于是重型武器现在是防御性能更好，这个倒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设定。这个手柄是什么？增加下一次出击的攻击力。这个手柄它的什么完美防御我觉得是不错，但就是怎么说呢，我有时候想，就是刚才战斗的时候我是尝试摁了，但是好像是没有摁出来，或者可能是反应慢了吧。这个东西其实我感觉上这个手柄的它这个战技你用好了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东西。那这个武器是它是什么加成？也是一个力量加成。好慢啊，我感觉这么点的武器，它我这个人挥舞感觉像是在用双手在挥，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单手的武器，这么用力。重击呢，啊，有意思，跑动攻击，这个是接近不错，接近之后就开始猛砸，跑动的重攻击可以，跑动重攻击之后呢，这个就有点轻攻击，重攻击，重攻击，蓄力重攻击呢，可以试试。我是怎么着，是从这怎么两个，哦，这是那个对话的地方，然后这个是好像我没有，这是我出来之后直接是这样了。好痒，蓝色的血，女子痒是什么东西？哦，好痒，这为什么让我想起了《生化危机》里面那个什么Ichi Tasty 是什么东西？好好吃，我忘记当时是好像是一代，我记得这个就是刚才那个什么不是疯子那个东西是就遇见新的敌人了。先加个血，刚才是我的轻攻击被他防御了，然后重攻击我不太清楚，是因为我重攻击速度慢，所以他这是一个，我为什么老会下意识的摁 armor core 的这个开门键，就平常的这个确认都还好，但是这个开门一直是改不了，这个就有点问题了。我是为什么我开了一个捷径，但是这个捷径出来之后完全是没有去过的地区。哎，为什么我刚才在这边有一瞬间好像看到了蓝色的物品，
或者是蓝色的光，好像是一个物品。我还好是没有。是连击还是可以的。这是我之前那个地儿吗？就是有一个商人的那个地方。啊，是，好吧。可以，我觉得不错，正好就是解锁了一个捷径，现在是跑了一大圈就出来了。楼下应该是有好多能探索的地方。这个东西我是一直没有使，但是它的什么人偶提现，说实话，我现在能联想到的是 Skill 有些 BOSS 战就好像是你离它远了会很危险，所以说可以是用这个保持距离。目前的话我才可能会有类似的应用手段，但目前感觉上就是太局限了。我就先不管那个什么军团一手的玩意儿了。那个地儿为什么那么红？之前是很红吗？啊，是离了远很红。I know my way around a weapon. Shou Bing 的属性升级取决于角色的默认技能是什么意思？这还是更换不了。这个是单发高，这个是攻击频率快。我想再等一等，感觉上还是有点不是那么的完美，让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喜欢。这是什么？我能把鼠标调出来吗？总之这是反射的，这个的光是怎么反射过来的？ I'll use my power to help you. 可以升一级是吧？我觉得耐力就差不多了。这个是什么？负重。就之前我可以带两把武器，但好像是它是升到了70多，我不太清楚。我猜可能会魂系列好像三代我记得是70还是6，好像是70，但其他的啊加了点防御属性。我觉得这个先不升，就是感觉上目前是够用。这是加3，这个加血目前加的还是蛮多的。防御恢复是什么？我觉得开始升弓吧，目前感觉上我的生存力还可以，1128，再升个级，升完级之后呢，就是可以出去，这还是每级加3是吧？剩点攻击力。目前感觉上就是打敌人，感觉上如果你
攻击，就这种 parry 防御什么的打好了应该是挺容易，感觉上生命可能就是一个容错性的一个东西，目前并没有说这敌人攻击力强到说你血不够直接被连死什么的，感觉主要飞血还是说就是你没有操作，没有操作好。可以，我估计我看一下这期时间也是差不多了，直接是现在是又升了两级回来，应该是从这个电梯下去是可以接着探。多云早晨，这个游戏有就是有时间的一个东西吗？这个楼下呢，好像目前没有拿到类似于是七色石的东西吧？好像我印象中是没有。总之，这个下面是哪我不太清楚，但是考虑到那个电梯跟这个地儿很近，总之下期我们的探索的方向应该就是从这个电梯下去之后把周围的东西都探一遍，楼上的东西应该是都探全了。总之呢，这就是下期计划，这期呢就先落这儿了，也是小灯习惯，我们下期见。